今天召集大家来的话呢，就是来共同探讨一下那个赞比亚客户的一个启动方案。这个启动方案的话，技术部已经是做了一个就是总的方案出来。下面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技术部做给那个赞比亚客户的一个洗发水的方案。这是一个五桂油洗发水，因为它要求是那个调理效果要比较好的。On the road now, hit the gas, no brakes.